大艺小 H 路总。早上好，今天呢，先简单说一下我的头发。我已经使用这个产品，我已经使用这个生长液，就是加强版生长液，已经四周了。其实周二的时候就四周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来得及时间录这个。然后大家可以看，我今天早上是洗了头的。先把我一个鸡蛋往前移，然后可以看哦，忽略了我的白头发。然后它现在这边已经就是开始长很多小绒毛，然后其实因为在镜头里面不明显，实际上如果要是在现实生活中能看都是虚虚的，我的头其实这样已经变圆了，之前秃到就是完全这边长出两个猫耳朵一样，但是它这个长的吧还是有限度，能看到很多这种小黑毛毛，就是都是新长出来的。我觉得效果吧不是非常的明显，但是还是有一定效果的。我能感觉到就是说就是这个毛毛开始长出很多来，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自己本身生长头发，还是说真的是它有太大的作用。反正我决定再继续坚持用，因为我当时是买了两瓶嘛，这一瓶你看我现在已经用到了一半吧，就是因为它每天只滴20滴，然后只用一次，所以我就基本就是睡觉之前用一次，用的也比较慢。然后他说四周会有效果，可能我觉得他那个四周是指的是那种头发非常稀少的那种人，然后我觉得我还算还好，所以我觉得继续坚持用下去。然后我不是有两瓶吗，这一瓶还有，还有另外这个还没有打开呢，所以我准备把这两瓶用完了之后然后来看一看效果，估计用完了差不多也都要到明年的一月份了吧，然后正好或者这样的话差不多应该有3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3个月的话要是头发都应该就是长得不错了，然后那时候再看一看效果。 OK， 我现在要吃早餐了。今天早餐呢，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体重降到了73之后，然后又开始在73徘徊，因为我的饮食回来了嘛。其实我的目标就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不要求它一直蹭蹭蹭蹭往下降，就是它只要体重降下去了，然后到一个体重的时候，我想恢复我的就是说大量的饮食，然后之后让它平稳在那儿。然后现在呢又想要往下降了，那我就少吃，那早餐我就只是吃一个鸡蛋，然后再加上一小杯牛奶。再有几分钟 Nevada 的那个选举票就出来了，基本确定川普会不会下台，或者是拜登会不会上台。OK， 早餐结束，待会儿见。更接近了，拜登更接近Trump，应该是Trump，没有再接近拜登。拜登再接近Trump，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州要反超了呗？没有反超，但是只能说接近，inching closer。宾州吗？不是。乔治，但是还是，像乔治还是那个川普领先。嗯。那没戏了。你这次没加西红柿耶。昨天的热的，你剩的。哎，昨天我剩的，你会加西红柿吗？必须得赢，
所有的 Pennsylvania, Georgia, North Carolina 和 Nevada。 Biden 需要赢 either Pennsylvania or Georgia or North Carolina or Nevada。 嗯，那胜算很大呗。问题是现在 Trump leading in Pennsylvania, Georgia and North Carolina。 可是没有那么大。然后那些他都没有赢。对啊，他没有赢的吧。他在落后。川普吗？嗯。Yes。但是落后的也不多。嗯。网上国内就说，那个，人家美国总统选举那个都不实行加班，大家都下班了，明天继续抗。为什么我们还在加班？然后有些人说我不是美国人，然后待会儿我还每三十秒在 Google 上 check 选举的情况。你刚才夹起一个粉条，粉条掉了，然后我一锤锤的是筷子。原来我有个朋友在朋友圈里边 Facebook 上说 Come on Georgians， 那个Let's pretend 我们是那个 Atlanta Falcons， Atlanta 在 Georgia 嘛，然后 we're leading the whole way until the very end， Atlanta Falcons in the Super Bowl， 你忘了，跟 Patriots， 2016年，嗯，他们28-3领先，然后一直到 the end， 然后 Patriots 反超他们，然后有人回答说 ，Come on man， that's not funny。Actually, it is. 28-3领先，然后最后还能输，我的天哪！ Yeah, great job. Great job. 他不是在五分钟两个touchdown。啊，那年在中国。惩罚他们了。我跟小伟去，那J&J的同事家看的。人类就跟创造奇迹是一样的。我昨天很多人就说，如果要是川普当选的话，很多人可能就离开美国了。说最近，加拿大。都开玩笑说来加拿大可以，但不要再枪支。放一大屁，没用，放大臭屁。你刚才看他姐，乐，还装没事似的。放完屁还装没事似的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的坐便器。我的鸡，我的鸡，我的鸡。